自作聪明。什么意思啊？郑老说的不是广场舞比赛。什么？宋元勋呢？哦，他已经在比赛场地了，我专门来接你的，咱们时间来不及了，走走，赶紧走。好。郑老，到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哎，到哪儿了呀？广场舞比赛的地方呀。什么广场舞比赛？有请二号队伍。怎么样，跳得如何？自作聪明。什么意思啊？郑老说的不是广场舞比赛。什么？跟我走。